今日我哋会教大家用毛巾接贴呢一对优雅嘅天鹅，让你喺浪漫嘅日子俾你另一半一个小惊喜。咁今日我哋系会使用浴巾嘅，但你都可以根据你嘅需要使用唔同大小嘅毛巾，送上同样嘅温馨。首先将一条浴巾打横铺平，然后用其中一只手按住毛巾中间嘅顶部，然后另外一只手揾到佢嘅其中一只角，向入边卷。咁卷嘅时候，记得系要用力揿实佢啦。同样嘅步骤，另外一边角向入边卷，一样啦。你卷嘅时候，记得系一定要卷实嘅。然后将条毛巾上下反转，再向入边卷实佢。然后用同一个方法接另外一条毛巾，将两条卷好的毛巾并立向上，然后向后弯曲，再将尖端向前弯曲，之后用来做心形，整理形状以及固定好的毛巾。准备另外一条毛巾打直平放，多层折叠。咁呢个系用嚟做天鹅嘅翅膀嘅，用同样嘅方法啦，会折叠另外一条毛巾嘅。最后将毛巾摆上去天鹅嘅背部上，然后扇形散开，稍作整理。咁样等天鹅嘅翅膀睇上去有层次感少少，你都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加入花瓣点缀，去增添浪漫嘅气氛。将呢一个特别嘅惊喜送俾特别嘅佢啦。